29岁的落选港姐王家卫，无论在综艺还是剧集上都有不少的演出机会。不过他最近就惨了，早前去完新加坡旅行回来就竟然生蛇，又痕又痛，要停工休息。不过休息的他都不忘向网民派发粉丝福利，近日他就将在新加坡之旅的每日装束剪了做短片和网民分享，当中件件都有睇头，网民还笑他连续六日都日日不同衫，真是很有诚意啊。当中最吸睛的当然是王家卫的泳装打扮啦，上一面穿着红色绑颈式比基尼的他，大晒屈肌的身材，火辣程度真是爆晒灯啊。